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今天呢，又从云南发了点货啊，我来看看啊。现在龙胆便宜了啊，所以买了几样龙胆啊，是绿色的啊，这是那个浅紫色的啊。这是火龙珠啊，阳光粉，哎，这倒是不一样。你看长的花很少啊，这是那种绿色的香灰，很喜欢这种，但现在好像比较少，没那么多啊。风铃草，这是那个虫瓣的风铃草，这是水珠啊，这应该又叫红袖啊。这个是以前挺早这个品种，挺好看的，但现在这个品种很少，买一家看看现在还好不好，因为可能种人少，这种红袖的这个。这个叫楼兰啊，是一个有点怀旧色彩的一个玫瑰，我挺喜欢的，看着怎么样。这个是台湾啊，帝王台湾橙色，话说可能有点小，级别不是太高。这个是C 级的，对，级别还可以的。这是那个浪漫爱人，还有一个单独包装的小盒啊。这个叫乙女星的虫瓣金银草啊，咱们一会儿打开看一眼，它这是单独的一个盒，这金银草是虫瓣的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以前没买过，没见过这东西，第一次买，咱们拿回来看看啊，专门有一小盒装。好，就这么多了。这龙胆有点多啊，咱们花瓶可能不太好装，买一个黑桶，咱们就先装这黑桶里，上一天水，明天早上起来再打开，或者下午打开也行，洗一洗水，这样的话精神一点啊。好啊，这箱子都是龙胆，咱们上一天水，明天再说啊。这向日葵也是比较多啊，咱们就也不拿皮了，直接装到这个箱子里就行了。要是的话装皮的话，可能好几块皮太重，这样洗洗水，明天直接用就行了啊。这是那种绿色的向日葵啊，看着向日葵啊，皮里的绣球都是给北京本地买的，这个质量都是不错的。这两只是从云南买的，这质量比较一般，买着玩的啊。这就是绣球啊，北京本地买的质量好一点，但是这个相对比较贵，云南发货的这个呢因为看不着，所以说质量一般啊，但是相对便宜一些啊。刚才来了一个客人，就挑走了几只那个多头玫瑰，所以说都打开了，咱们把剩下这些先插瓶里啊。第一个是折射啊，一个是浪漫爱人。这就是多头玫瑰啊，
舍和浪漫爱人。这偏橙色的是浪漫爱人，这个白色粉边的叫折射，还有玫瑰啊，这个叫红袖。刚才那姑娘也拿走了几只，所以打开了啊。这红袖还是挺好看的啊，白色的底儿，桃红色的边啊。这品种现在已经比较少了，以前很多啊，可能种的少了吧。一会儿就把这红袖我能不能给它跟那个其他玫瑰放一瓶里啊？其他这些玫瑰，啊，这种玫瑰，还有这些啊，这些玫瑰都是我从丰德买的啊。丰德的玫瑰质量一般，丰德的玫瑰还可以。一会儿没多少了，就把这个几只红袖跟这个别的玫瑰放一瓶里，接上一个瓶儿，十几只，咱们给它搁一个瓶里。这就是红袖啊，以前挺好的一个品种，现在呢可能种的比较少了吧，市场也不常见了。这个那个艾莎有点相似的地方，但是颜色比艾莎稍微重一点啊。这就是保留曲目洋甘菊啊，这洋甘菊比较小只啊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小只，它好用啊，太大只了不好用。小只的对花店来讲比较好用啊，如果是特别大只的那种不太好用。三个颜色的鼠尾草啊，有蓝色的、白色的跟粉色的。翠竹啊，松藤草啊，绳带啊，这种花，因为比较软，所以咱们就先都不打开了，都先吸上水，吸一天水，明天它硬了，咱们再打开，要不然容易断啊。啊，这瓶就是什么松藤草啊、翠竹啊之类的，因为太软，所以我们都不打开，先上水，明天再看。还有这飞燕草啊，大飞燕。买的级别比较低，因为我觉得长的那个不太好用，结果短的这个感觉也不太好啊。凑合使吧。应该开了可能好点。这就是大飞燕啊，说是大飞燕啊，比较小的大飞燕。现在不是最好的季节，火龙珠还是等秋天的时候最好，又便宜，质量又好。现在这种很小，这个纸。
这就是火龙珠啊，新鲜度还是不错，但是这个季的火龙珠稍微差点，秋天的时候才好啊。这一股清植物的味道，就好像蹲在地里采豌豆、蚕豆的那种清香味儿。是的。这就是虫瓣的金鱼草啊，刚刚到的货，我感觉就刚刚装盒子那个有点脱水，咱们洗满水，明天早上再看看怎么样啊。菊啊，这个花儿棕花树什么的夹在中间挺好的啊，尤其是一些白粉色系的啊，这种色系的可能夹在里面会比较好。啊，这就是银叶菊啊。做花束啊，插花瓶儿什么都可以用。这叶子比一般的绿色叶子好看一些啊，尤其是插浅色系的、白粉之类的啊。银叶菊，啊，两张风铃草。风铃草的质量也开始差了啊。北京本地的风铃草也快过季了。已经快结束了，所以说风铃草这种花，我觉得天气热，所以就少了，容易出问题了啊。这是风铃草啊，质量慢慢的就差了啊，这花的质量就不好了，有很多坏的。这是那张楼兰啊，什么的。是一种比较复古的颜色。来看一下啊，有一点偏复古的感觉啊。咱们那开了就看清楚了，因为这个毕竟长途运输嘛，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啊。稍微有点蹭啊，等它开了以后，这些外瓣翻到下面就好了。这还有两张帝王的啊，这个叫海湾啊，橙色的，但是级别不是特别高，这是个 C 级的花。这帝王的玫瑰其实还不错啊，虽然说是 C 级，但是花头什么的都挺好的，稍微短一点啊。说家庭鲜花这种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，新鲜度好，枝条差不多这么长也够啊。这个叫海湾啊，橙色的玫瑰，
是缤纷他们帝王的，帝王的花就稍微贵点，但是质量还不错啊。咱们就跟这楼兰放一个瓶就行了。这就是海湾啊，这是一个 C 级的橙色的玫瑰，帝王的，质量其实还不错啊，新鲜度好，很不错。还有两家这个单枝的松露草啊，它没有那个侧面那个叶子上，所以比较短。这就是那个单枝的松筒草啊，做小花束什么的可以用。这看上去新鲜度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咱们这个花就都上水了啊。咱们先上一下水吧，明天早上咱们再看看怎么样了。